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雨石，我是北大博士毕业。很多人说我是学霸，实际上我觉得我不仅是学霸，各方面都是霸。北大本科双学位，理学博士，优秀学生干部，影视编剧，会三种西洋乐器，能打跆拳道，青年科学家。他老头固定开头了，开场。那有人问我，你作为科学家为什么沦为相声演员呢？沦为因为我要用相声来传播科学。就有人质疑说，你会说相声吗？你会被相声灌口吗？我觉得相声演员会的灌口我可能会，但我会的灌口他们可不会。比如说有这么一个灌口，是门捷列夫老先生留下来的元素周期表。氢氦锂铍硼钛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亚钾钙坑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加锗砷锡溴氪钌铯乙锆尼木德辽劳钯铟铬铟锡锑锑碘铯铯钡莱氏普女泊善友嘎特迪霍尔丢玉卢哈坦乌莱俄伊铂金汞铊铅铍钴埃东防雷阿土普柚拿布霉菊霉开开费美洛劳卢杜喜波黑麦达伦戈女夫茉莉天后。这我得亏没选了呀，我还没准干不过他呀。那别看我是科学家，我爸和我妈都是科学谣言的爱好者。我相信呢，在座的各位每个人也都加入过一个充满谣言的微信群，叫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其实我今天准备这个素材特别容易，我只要打开我妈的朋友圈就行了。我妈的朋友圈内容特别丰富，有代购眼霜的，有销售服装的，有转养生文章的，有发心灵鸡汤的。那说到谣言，我觉得最严重的谣言也是最典型的谣言叫做食物相克。有一年啊，过年回家，我吃韭菜虾仁下的饺子，要喝果汁，我妈就不让，说这个海鲜呢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不能一起吃，一起吃的话，维生素 C 会把海鲜里面的五价砷还原成三价砷，这三价砷就是砒霜的主要成分，会中毒啊。我一听我妈一个文科生讲的这么头头是道，这肯定是做了大量的文献调研呢。哎呀，后来我一琢磨，估计他这文献调研是在朋友圈里做的，然后我就自己研究了一下，我说妈呀，哎呀，这个海鲜和维生素 C 一起吃啊，确实能中毒，但是想中毒呢，这个海鲜你得吃150公斤，所以你想被毒死都难，因为在被毒死之前就先被撑死了。我说妈，你要非要找食物相克，那我告诉你，这榴莲和芥末呀一起吃会恶心啊，你想想什么味儿啊，是吧？还有这个韭菜和大蒜一起吃会导致不孕不育，哎，我妈最关心这个。我说对呀，你看啊，你吃了韭菜和大蒜，这个女孩都远离你，不跟你亲热，你还怎么孕育呀？那我妈呢，还特别不愿让我吃这个小龙虾，她说小龙虾呀吃了容易得痛风，而且她还说小龙虾是一种虫子。我说妈，这个小龙虾和虫子确实长得像，因为他们都是节肢动物。我妈说对呀，吃多了痛风严重不就得截肢了吗？但是我妈呢又非常愿意让我吃这个肉皮啊，她说吃肉皮呢可以补充胶原蛋白美容。哎呀，我说妈，虽然说我是靠脸吃饭的啊，虽然说我是清纯偶像型科学家，但是这个吃肉皮它补充不了胶原蛋白呀，因为你不管吃什么蛋白，最后都是分解成氨基酸吸收，都一样啊。你要说肉皮能美容，那也是因为皮下脂肪比较多，然后呢你补充到自己的皮下，皮肤弹性就好了。我妈还真听进去了啊，从此以后就不让我吃肉皮了啊，让我直接吃肥肉。那我爸呢也看各种谣言啊，就从朋友圈看过之后啊，就让我远离手机。他说这个手机辐射特别严重，特别危险。其实大家知道手机是有辐射，那有辐射就一定危险吗？我们任何物体都有辐射，人也有辐射啊，不管说活人还是死人都在往外辐射红外线，所以以前说祖坟冒青烟这我没见过，但祖坟冒红外线可是真的。那我爸呢还爱喝这个药酒，大家知道这个泡药酒有很多材料，有用蝎子泡的，有用蛇泡的，听说还有用电池泡的啊，可能他以为这样能补充一些电解质吧，啊，就差把充电宝直接扔酒缸里了。但
但是我爸呢还真不拿电池泡药酒啊，他真是拿药泡啊，我爸拿头孢泡药酒。大家知道这个头孢和酒是不能一起吃的呀，头孢和酒一起吃会产生这个叫双硫仑样反应，特别危险，而且两者呢尽量间隔7天以上。但我跟我爸说他不信啊，他说俗话说得好嘛，头孢就酒越吃越有。我说爸，那叫头孢就酒说走就走。真是一个一串的包不错，还不错。后来我就劝我爸，你干脆就别总喝酒了，你喝酒一旦发烧感冒，你说你都不敢吃头孢，哎呀你就戒了呗。我爸呀犹豫了好久，最后一咬牙就把头孢给戒了。其实现在社会啊，我们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还需要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的普及。但是我们从小可能就听说自己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听说屋里打伞会长不高，听说玩火会尿床，吃鱼子会变笨，吃西瓜籽肚子里会长西瓜。那作为科学家，我是不会把这些错误信息传递给我的下一代，因为我还没有下一代。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人问我，那转基因到底有害还是无害呀？如果大家把我留下来，我就下一次给大家讲。我是北大博士青年科学家张雨石，谢谢大家。我没啥呀，这不抓呀，这个。科学家你好，郭老师你好，咱们这儿来了好多这个有大文凭的各路高手是吧？上一个有大文凭的已经下场了。哦，真的呀。哦，你们这个行业怎么这个样子呢？你看你说相声有公式没有啊？我没有公式，我是正常的相声演员啊。有没有因为这个说相声演脱口秀耽误你那科学家的工作呀？并没有，因为我觉得不仅做科研重要，做这个科普其实也很重要，所以我想还是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通过相声来进行科学普及。好吧，那你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看看陈印泉他们好吗？好。这个对手还是蛮强的，其实。谢谢大家的掌声。哎，谢谢。侯振鹏，我问问你啊，在上海你选择怎么出行？我坐地铁呀。哎，上海的地铁特别好，四通八达，方便快捷。没错，上海的地铁呢配备的是中英双语的报站。是，但是我觉得啊，这个英文的报站啊有点多余。这怎么会多余呢？照顾外国友人。是啊，他一报到那个车站的名字，还是中文。你给学学。欢迎乘坐上海地铁8号线列车，列车前方到站是上海大世界，有在上海大世界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 The next station is 上海大世界。嗨，这个呀，咱这中国字它不好翻译。依着我，不好翻译啊，下回进站用上海话报啊。这怎么报啊？这个 The next stop is 啊，打四嘎。哎，嗨，更多人听不明白了。我再问你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坐地铁最合适？人少的时候。哦，对，这也不对，高峰啊。这怎么能合适啊？最不合适，人又多又挤，挤就对了。哦，哎，挤的时候啊，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你别动啊。是是，别动，站好了以后你就把眼闭上啊，一会儿一睁眼，怎么的？哎，怎么了？哎，啊，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嗨，愣给挤车上去了啊。上了车呀，找一地儿好好待着。我倒是想好好待着。我刚上地铁，有打我身后的门外的上了一小伙子。哎呦，这小伙子太好了。哪儿好？这太好了，大高个儿。就那小伙子那个儿，哎，怎么着啊？比我还高一点。哎，比你高就大高个儿是吗？啊，你多高啊？1.87米。哎。你站这台上从地下量你1.87米，知道吗？那你别管啊，这小伙子啊，背个书包，戴个耳机，高峰期的地铁他连唱带跳。是，他这一折腾不要紧的，这个书包啊正好碰一姑娘。你看小伙子没理会人，姑娘不干呢啊。哎， A 谁呢？ A 谁呀？哎，你哎谁呀？不是，我怎么了？怎么了？你书包碰着我了？怎么了？书包碰着我了？你先别发那么大火啊。碰你哪儿了？你再说一遍。碰你哪儿了？
你还想碰我哪儿啊？哎，我这话没法往下接，一个有来言，一个有去语，眼看这俩人就要打起来了，你得管管呀。啊，你看见了得管管呀，别打了，这谁听得见，大点声，别打了，你们加点动作不成，大点声，别打了，吓我一跳。怎么样啊，小伙子把耳机一摘，看周围乘客对他指指点点，再看这姑娘都哭了，他明白自己做错了，姑娘对不起，我给你道歉，那个我刚才不注意功德，你撞疼了吗，我对不起，就是早干嘛去了，姑娘不干，不行，多难受啊，不行，找来我白撞是吗，往哪儿脆了，这口干你跟你没完啊，别那么生气，这么着你说一个解决的办法，我说一解决的办法，对，这什么表情啊，这是娶我，你看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上海大世界，还想着这一站呢，就在这时候啊，有打车厢外头上来一个鹤发童颜的阿姨，赶紧给阿姨让个座，按道理啊年轻人应该让座，对，但大伙儿现在就低头族啊，都看手机，看没人看阿姨，你 看这阿姨有好办法，教育教育大家，你看看啊，现在这个年轻人嘛，你们的那个手机啊天天在那里看的，手机是工具啊，不是监狱啊，小伙子你在看什么，什么看什么啊，炒股啊，你家里有矿啊，说这干什么呀，我跟你讲，挣那个钱你孝顺爸爸妈妈好不好，而且不有句话说得好吗，哪句叫什么，炒股有风险，对，去世要谨，入世啊，入世要谨慎呐，吓我一跳，这个姑娘你在看什么呀，她呢啊，郭德纲的相声啊，真好啊，他这个相声好啊，对对对，跟你讲真的，我是他粉丝，1000多块我买票是去听他，买票，我抱着照片呢、在那里喊呢，郭德纲、我爱你，郭德纲你转过来，你看着我，看着我，郭德纲你不能这样，你都瘦了，你要多吃东西啊，您这岁数就别这么激动了，这个姑娘你在看什么，她瞧什么呀、延禧攻略，这个电视剧延禧攻略拍得好啊，什么都知道，前几天那集拍得太好了，皇帝拉住魏璎珞的手，璎珞听朕一句话，你就跟朕好好在一起，你想要的一切朕都能给你，皇上好，恕奴婢不能如此，我答应过要在长春宫照顾娘娘一生一世，请皇帝恕，你说说魏璎珞是不是傻啊？你就跟皇帝就好了，他家里有矿啊！阿姨啊，您呀、少说两句啊，说累了您找地儿坐会儿吧。我就不坐了，为什么呀？已经坐过七站了。这地铁坐的可太累了。我告诉你啊。紧张的事还在后头。还有什么事？那天我遇到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什么事啊？一个色狼骚扰姑娘。有这事儿啊，现在呢、在上海这个姑娘呢、长得很漂亮、打扮得很入时，很多这个你干嘛干嘛呢，不是你说这段我听着我气愤，你这是气愤吗，这是兴奋呐、你赶紧讲讲啊这来龙去脉，演演你还能表演，那天是这么回事当时那姑娘呢就站在这儿，那我来不了，我一个人怎么来呀、那怎么办呀，不是你跟咱俩配合配合，我演什么呀，没问题，你来那色狼啊，我这形象不像色狼，你没问题，你试试，不是你配合配合，我配合不了，教育的没有，三你三双手熟也不一开，讨厌这人，你干过吧啊，没有啊，你入戏太深了，不你说的配合你这就看出来了啊，这就知道是色狼了，谁犯罪这样啊，那我隐蔽着点、对是这意思、行来，就你今儿这姑娘了哈，对，一般这手掩护这手摸，你瞧我告诉你啊，干嘛呀，你摸我三下了，谁摸你了，你摸我三下了，我摸你谁看见了，血口喷人，谁看见了，阿姨看见了，阿姨我看见了，行了，您看见了，你看见我哪手摸他了，把手伸出来干嘛呀，这手都摸了，
我摸她了，摸她怎么着？我告诉你，摸她不行。那个姑娘，你以为人家好欺负，对不对？随便摸，有本事你摸我。啊，摸呀，摸呀！我告诉你，这是法治社会，不允许你这样啊，小伙子。我告诉你，你以为你随便说两句，你就震慑得住大家吗？我现在问问，刚才谁看见他摸了？来，鼓掌。怎么样，都看到了吧？小伙子，记住这句话，在中国邪不压正，容不得你这种人渣啊！我告诉你，现在有一条明路指给你，来，来几个小伙子，把他送到派出所去，阿姨就不去了。不，您干嘛不去了？又做过欺诈呢。哎，别说了。我以为这底阿姨得说娶我啊，嗨，这陈印泉很聪明，尤其是模仿个大姑娘、小姑娘、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什么的，学这对，啊一门灵，对一门灵，真是挺好的啊。来，我们有请张玉石到舞台上来，来，对，有请张玉石。哎，他们挑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好欺负。他们这么大腕儿，然后选我这个，嗯，是吧？你要听我的，一赌气，扭头就走，他们准得追你。那接下来呢，互相评价一下对方。我觉得相声呢，比起这个京剧来，它不是那种特别城市化的艺术，但是我们也是有一定的基本的这个语言上的起承转合呀、高低音呐、的控制。我觉得张玉石这方面差一些。女士觉得他说的对吗？我有不太同意的观点。来，你说说。因为现代社会其实逗乐的方式有很多，如果只为了逗乐的话，其实可能大家就不愿意听相声了。所以我觉得相声更多的是应该进行一些表达或者传递一些知识。然后我个人觉得陈老师的作品呢，因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几年前都用过的，所以可见这个创新的速度很慢。说实话，我这个作品是前天写的，昨天背的，今天演的。啊，用行话叫来压场，是吧？另外，关于他说的这个模式化的问题，我也有一点，个人的不同看法。我觉得这种模式其实就是用来被打破的。举个例子，就像西方音乐的发展，开始是巴洛克时期，然后古典时期，然后浪漫时期，最后现代音乐，每一个时期它其实都是打破了以前的那些规矩，才有了新时期的作品。张雨石啊，他的脑子是非常飞速的在旋转。人家是学霸呀，这得承认。我连初中二年级都没念下来，我跟人家没法比啊啊！雨石，我非常喜欢你这个风格。为什么呢？就说我们说，别具一格嘛，是吧？你现在能抓到一些热门的话题，但是你非常聪明，在这个作品中植入了你的最擅长的科学元素。这是你聪明过人之处，而且你呢最会利用自己的风格，你的风格就是稳稳的、憨憨的、可爱的，就这么一点一点的说，啊，这都特别棒。我想让他过呀。相声有新人，舞台上可以有一个新的样式。这个就好难了。比如说啊，科学家说了，我要用相声普及科学；这儿说了，我要用相声普及餐饮。各行各业都可以跟相声集中在起来，但是我们这儿还有专业说相声的呢。干了这么长时间的相声，他们都没闹明白。您说这些位干别的行业的，你怎么能在我们这儿明白得了呢？天下还有规矩两个字儿。由打清朝末年到现在，相声150年，无数的老艺人通过中国的语言研究出这么一种形式来，远不是你一个借口就能把它打破的。我们继承传统，追求创新，我们首先尊重人家各行各业，人家愿意，我要用相声普及我们的川菜，我要用相声普及布鞋的制作工艺，可以，不能拦着人家，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个来跟我说。那我们这儿还有大批专门干这个，他们不是科学家，他也不是裁缝，不是厨子，什么都不会，他就会说相声，那他们怎么办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很难啊，张老师。哎呦，别说相声的说话了。这门艺术我们坚持了很多年，这是我们对于相声的付出，所以我觉得
专业的事情一定还要由专业的人去干。咱们这样说好不好？不是说你不对，可能只是在这个状态下不太适合你，理解吗？我的科学家，意思就是已经不给我观众投票的机会了。那不行，必须要有这个啊。张老师，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话吗？哎呀，我看着他，我觉得有点……哎呀，来吧。那么决定晋级的是三、二、一。谢谢，谢谢郭老师，谢谢大家。女士，我也代表大众美酒典范老村长酒向你表示感谢。我觉得其实我跟人家相声实力确实还差很多啊，不过说实话呢，有可能观众会更喜欢我，毕竟我这个作品呢更接地气，而且它有真正的内容。如果有第二季或者第三季，我非常愿意再来。接下来咱们得干点正事了。哎，你要面临着选战队的问题，或者选我，或者离开张老师。你看开心的样子啊。从一开始我就让你们进入二十强是从我的战队开始的。你们两个呢干了一件咱们战队挺不地道的事儿，你们把张玉石拉了和你们俩一起。我挺喜欢张玉石，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我还是投了你们两个一票啊，你们自己可以考虑考虑。也不用这么内疚，也并不是张老师帮了你们啊，是我帮你们把张玉石说服走的。我说两句啊。嗯，是这样，从来这个节目第一次海选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一直特别担心一件事发生。这个郭老师呢喜欢沙场点兵，来，你给我来一个贯口，你给我来一个唱，就是我最怕遇见的就是这件事，因为那会是一个特别大的短板。通过这个节目我得把这课补上，因为如果再没这课，我估计我恐怕相声也说的不会太长。行了行了，不用说那么多了，快来接扇子吧。那你们最后选择的战队是？那个，谢谢郭丽老师。张老师，我们这轮选郭老师。对不起。这就过得去吗？过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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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万象归春，张宇石回来，万象归春啊！跟您报告，让你们大伙儿投票。谢谢，哎，谢谢。哎，好。有请下一组选手。这是打德云社来俩说相声的啊，紧张吗？紧张。哦，那就好，知道害怕还行，就怕不知道害怕。挑一对吧。最不想选的对手的话是孟鹤堂吧，因为他的综合实力非常强，也是我们心里种子选手。咱们挑一对实力比较强的吧。有一对比较那什么的，反逢凤逢逢凤雨，和咱们老先生都是舞台上的老将。当时觉得挺荣幸的，然后他可能觉得张伯鑫老师实力很强，旗鼓相当嘛，大家伙在舞台上不是谁行谁不行的，这样是公平的。这样嘿，有样啊，都孟鹤堂、周九良，您站队的啊？对，小冯跟伯鑫是我这站队的。对啊，怎么想这事儿你？我站队的啊。挺好，我许他们两个了。哦，许给什么了？是吧？对，对不对？哎，你们怎么了？这是啊，这话里有话，你们这是啊。好，咱们也得来啊。哎呀，什么事儿啊？这是。谁先来，谁后来啊？听您的，我们先来吧。好，小冯先来是吧？请他们两位到台下就坐。冯启南、张伯鑫，开始你们的表演。
谢谢大家的掌声，感谢你。一上来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啊，我是来自北京嘻哈包袱铺的青年相声演员啊，我叫冯启南。谢谢大家。这是他的名字。哎，我呀，说相声时间不长，您客气。跟张老师比起来，啊、差太远了。我怎么了？人家从小学艺，有些年了，这么大就开始说相声。您等会儿。小的时候，好家伙，什么呀？这么大个说相声，再给踩死！我说您脚丫这么大的时候，脚丫啊，还站不稳。哎呦，就开始学相声。哦，人家。相声世家谈不上，从小一家子人培养这么一个孩子，您了解我下功夫。是啊，他母亲嗯，为了他长大之后在相声界有所作为，干嘛呀？仿古。仿古，古代有一个典故，一提大伙儿都知道，您给大伙儿说说。岳母刺字。哦，岳飞的母亲为了他长大之后成为国家的栋梁啊，在他的后背上刻了四个大字。哪四个字？精忠报国。这孩子打小就得明智。张伯鑫的母亲，我妈，为了他长大之后成为相声界的栋梁啊，张母刺字。哎，那家里专门的那种刻刀咱还没有，专门刻字纹身这个刀是没有。怎么办呢？厨房啊，找一把砍刀。嚯，刚剁完排骨啊，含一口酒干嘛呀？哎呦，我妈真是个汉子。这是儿子该说的话吗？不，这我妈这干嘛呢？这是消一消毒，这怕我死得不透啊。提着刀站这屋喊他。怎么喊呀？我儿伯鑫啊，叫我名字呢。Come here。 咱别逗我妈。他赶紧过来。嗯，怎么着妈咪？哎呦，还卖萌呢。把上衣脱下。我不脱。现在说不脱。是啊，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干嘛呀？咔嚓就脱了。来吧。来什么呀？他母亲提起刀来啊，准备刻字。不是妈，妈那是砍刀。你换身上管什么用啊？这是亲妈也下不去手。我哎，哎，这不能吓唬孩子。我哎，老太太，哎呀，唰唰唰刻了四个大字。哪四个字？坑蒙拐骗。哎，完了。不像话啊！四个字叫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哎，四门功课。是啊，写完之后提着刀一想，哎呀，不妥呀。哪儿不妥呀？相声演员得练基本功，多了贯口大段。有一个节目叫报菜名啊，这都得会，300多道菜组成。那是，儿啊，你要牢牢记住。您放心，我跟我师父好好学。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裤子脱了，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妈，你再生一个吧。哎呀，过不了100道菜我就完了。浑身上下整本的报菜名都刻满了，血淋淋站这儿跟斑点猪似的。再看他母亲提着刀，眼泪下。这是亲妈，磕错了哟。想写楷书写成宋体，哎，咱怎么弥补呢？划划划划了。什么呀？这告诉您了啊，就四个字儿：说学逗唱，没有别的，没有，就四个字儿啊。从小培养这么一个孩子，那倒是，但是也有点小缺陷。您说，传统的东西呀，太禁锢，哎。不够与时俱进哟，跟不上时代。您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不爱听？还跟您说、打小咱就学这四门功课、远的甭说，咱来个北京的单弦啊，唱个拉洋片的、传统的快板。对了，快板你们这年轻人都不会。快板啊，我们都不学。这话说的卖力气，观众也不爱听。你站这儿演这干嘛？抬杠。不是抬杠。这么着，来的不少朋友，各位您鼓鼓掌，我给您来一传统的快板行吧。嚯，还摆个 pose， 你看，哎，非等这掌声，来个传统的，等着您呢。七不走，这个八不溜啊，三柳青丝挂的门头，三柳这个青丝门头挂。
三教九流，本是一家，一家人我得数一数。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官武，汉官武收了个吕洞仙，他个罗祖丈夫班背着马甲刁鞍的罗祖堂前拜大仙，先拜罗祖后拜你，你是罗祖大徒弟，罗祖爷品级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说得刀刀得刀，得刀就在洛阳桥。谢谢。行了行了啊，传统的一小段别没了，很爱听。各位深刻的诠释了什么叫古板与陈旧，那而且你这个唱也太老，我这唱也不行，过去唱快板走街串巷要钱要饭，那是老实年间呢，这么好的地方啊，这么热情的观众，嗯，你站这儿要饭、哎、我也没要饭呢，你也要不下来、啊、那应该怎么要啊，我要一要就能要下来，您给我来一回行吗，你学着点、哎、我看看您这药、哎、新时代的药法，来吧，呀呀呀呀，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啊 go go go， 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那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hop， 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为了让你笑我打着快板跳舞，呀呀，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甩起来，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把手表都扔上来，呀呀 check now，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谢谢他们俩的演出，您没看过吧？没有。哎，张伯鑫是曲艺世家哦、嗯。哎，从小就说相声，小时候我就认识他。那会儿没这么胖，可能是生完孩子之后保养、哎。我呀，挺好。这个稍微歇会儿吧，喘口气、哎、好吗？来，好嘞，小孟，该你们俩了。哎，加油。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对，上台来呢，还得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大伙熟知一下啊！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嗯，我的名字呢叫孟鹤堂。你好，这位老师呢是我的搭档，嗯，叫周九良，是我。我们哥俩呀、啊，通过这几次录制《相声有新人》呢，嗯，发现了，发现什么了？大家真的都太辛苦了，是呢，尤其国立老师，对，这么大岁数了，63了。你瞧瞧，还在这熬着。按理说您退休3年了，已经。真的是呢。您别太拼了。对，学会享受生活。没错。这人呢？啊，就这一辈子。这是夸我的。过去啊。啊。就没了。这国立老师要完是怎么着？别瞎说。啊？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对，嗯，什么话这是？行，咱得劝劝国立老师。对，这么大岁数，别太拼，颐养天年吧。您得学会生活。哦，学会生活。对了，这生活还得学。会活着。哦，会活着这方面，我羡慕两个人。谁呀？一个我们德云社于谦于老师，哦，于老师好玩，那叫会活着。对，有我师父老在台上说，三大爱好，嗯，抽烟、喝酒、烫头，这是大伙儿都了解，大伙儿都知道。是，其实不止这三样爱好，还有别的吗？人家喜欢小动物，哦，有爱心呢，开一马场，自己开的，养那小矮马，嗯，这小矮马都有三大爱好，什么爱好？点烟、倒酒、给人烫头。哎。你看能，你看能，没听说过马给人烫头啊？怎么烫不了、啊？那小矮马，那小蹄子那么点儿、啊，钉上马掌，烫红了啊，往于老师头上烫去，这不是逼供的吗？这不是用着小矮马吗？那怎么着啊？让金熙拿他们家那热得快炸呀！你连我名字你都说错了，你。您这是胡说八道！怎么了？用热的快炸，那是逼供吗？那怎么办？你开空调啊！
你开空调啊你！咱别学人家，咱别学人家。废话，咱就说于老师这种生活状态，你羡慕不羡慕？是玩是好，对吧？嗯，于老师刨外，我最羡慕的，周九良他父亲，我爸爸，那老头太好玩了，是吗？老北京人，退了休之后没什么事干，就喜欢文玩。哎，这也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呀。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文玩的核桃，这都讲究。对，拿到手您得揉。这个在文玩界有一专业名词叫盘。哦，您了解。盘可讲究了。怎么呢？怎么盘？盘到什么程度？是用什么油盘？这都讲究。哦，盘这个还得用油。那当然了。用什么油啊？人油。人油。您说的有点甚呢，就是人身体分泌出这个油脂啊，哦，拿这个盘出这东西来，又红又亮，那质地就跟那个小珊瑚似的，哦，就那么好看。但是一般人盘不到这个程度，是吗？他爸爸，人家就能盘到。我爸爸为什么能盘出来？他爸爸油多呀。哦，为什么能分泌这么多油脂呢？什么原因啊？他爸爸每天喝鲫鱼汤啊，催油。对，是。这玩意儿还利于产后的哺乳。我爸爸男的女的？这是哎呀啊，就是你爸爸想尽办法促进油脂分泌。没有那么棒的。拿这油盘什么呀？核桃。哦，核桃这可讲究了。是什么叫闷尖？哪叫官帽？对，还有什么叫鸡心？哦，我小时候咱也不懂啊，老听他爸爸说盘什么狮子头啊，这最名贵。我就琢磨了，盘狮子头那不得咬手啊？对，您这能怎么还能咬手呢？你琢磨他爸爸上动物园找俩狮子往这一蹲，听话啊啊！今儿我要盘你们。对，哗，你给我回来。我爸爸这是作死去了，这是不是小时候不懂吗？后来才知道狮子头不是这个，对，这么大根儿，哎哎，俩在手里揉，嗯，我也学他爸爸弄俩狮子头，手里揉呗，哗啦哗啦哗啦，直掉肉沫啊，哎呀，哗啦哗啦，您说这是肉丸子吗？不，那还挺咸，你知道吗？哎呦，这边揉俩狮子头，这边揉俩鸡心，我再给你烤俩腰子，对，我再来瓶老村长，谁给你磕上了？怎么了？烤腰子嘛呀？不是什么狮子头啊？是狮子头吗？这核桃的品种叫狮子头。对，现在才明白。您不懂，别胡说八道。人他爸玩的好啊。嗯。不光这核桃，是家里边整堂的实木家具，是都得盘呐。这家具怎么盘？家里边有一根雕，哦，这么大个儿，一人来高啊，雕了一条龙。嗯。这龙雕的可太漂亮，是那龙鳞呢片片分明，哦，龙爪锋利无比。哎呀，他爸爸一看这龙就来气。怎么还来气呀？干干巴巴的，哦，麻麻赖赖的，是一点都不圆润。不是刚雕出来都是那样，盘它。您先回好，盘这龙啊，跟雕也盘啊。您琢磨那鳞片跟小刀子似的，是啊，那龙爪跟小锥子似的，对呀、好家伙，他爸爸哗盘完之后，您再看这根雕，红木的，对，啊，血都滋出去了，那不，盘一会儿啊，没血了，是啊，他爸没血了，是，就剩一丝血啊，碰一下就死，对，站着不动了，您现在我爸爸这是干嘛呢？回城加血，哎。没听说过，那我爸爸这是偷完塔刚回来，这是没血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上医院吧，上医院输血去。对，给他爸爸打的鸡血啊！他爸爸一出来状态都变了。哟，好家伙，看什么都想盘啊！医院门口有一寿山石，是他爸爸看着来气啊，干干巴巴的，是麻麻赖赖的，哎，一点都不圆润。寿山石盘他哟。盘你寿山石，您可歇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寿山石盘完，这值钱了。怎么值钱了？鸡血石。哎，对了，这点鸡血全糟践了。盘完之后，医院门口有一遛狗的老大爷，遛了一条沙皮。他爸爸看着这狗，您现在，麻麻赖赖的，是干干巴巴的，一点不圆润，盘的。那沙皮也盘呐，盘的盘
盘什么呀盘啊？人遛狗那老头一看他爸爸来了，兜里边拿出刷子来，干嘛呀？给那狗啊刷油。哎，啊，我圆润了，我圆润了。这看见我爸爸都怕了。回家吧，嗯，打车回家。是啊。到了家之后，出租车司机都没要他爸爸钱。干嘛没要钱啊？他爸爸，嗯，把出租车盘了一遍。去你的！冯启南悬一悬，不圆润，盘。您觉得怎么样？稳，不急不躁。这一段相声呢，并不是包袱特别密集的一段相声，所以越是这样，越考验一个人的内心的节奏。啊，这俩孩子整个的一个表演这一段，我认为是很真诚的。嗯，谢谢您啊，嗯，真捧。谢谢国立老师。嗯。谢谢国立老师。其实小妹儿呢，这两年来说还算见长，总的来说还瞧得过去。嗯，来吧，这博鑫、小冯也到台上来，咱们一块儿聊。嗯，他们四个人放在一块儿，真有点见了火花了啊！是啊，张博鑫一看就是从小学的啊，基本功啊、范儿什么的，你一看就是说相声，这也不用说啊，已经自成体系了，有他自己的特点。小冯肯定是有待提高，启南这段我觉得也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你们俩刚才这块活呀，让我有长了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那就是活掐的有问题，掐的有问题，掐在哪儿？掐在后边石板那段问题上，对，给的太多了，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掐东西上掐得准点会更好，嗯，但是。从身上的这个能耐上来讲啊，你们都是一个级别的，真的是一个级别的，都非常棒。谢谢。但是这对我来说有点难。你看张伯钦，打小我就认识他啊。这俩我徒弟，这正经磕过头的徒弟，所以说我这一票很难选，知道吗？其实师傅，我想说句话。你说，就是我不想让您为难，也不想让国立老师为难。嗯，咱们把这个权利给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就凭刚才那个节目，您大家给一个分好不好？我刚想说的是，张老师、郭老师，我也有两句话想说。哎，说，哎，剧组当时问我的时候啊，说孟鹤堂是谁？我不瞒您说，我说我不知道。包括让我们填这个一到二十的时候啊，我填的他十九。国立老师您也说了，你不服大家去批，拿出你们的能耐去批，我是这么想的。哥，您说您打小也学，我打小也学，我不能拿我三岁学的单弦快板，我一捧哏的，现在我已经这么些年不逗哏了，我跟人孩子去批说不过去，我们让了，好吧。不行不行，因为是比赛，这是我的决定，没，你们也尊重我们的决定，好吗？这毕竟是比赛，咱们不能私底下商量，对，对吧？不，差着年头，差着辈儿呢，哥，让我们让了吧，行吧，观众们，谢谢您，感谢，不要投了，不要投了，不要投票，我们让了，就是脸上挂不住了，知道得让人摘走，辈儿又大，干的年头又长，怕丢人呗。他从艺多少年，我从艺多少年，我拿我的这些东西去跟人家 PK， 这不是就赢了，我脸上也不光彩。一个选手既然来参赛了，我觉得你就要遵守这个规则。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但此风不可挡也。我一看自己的状态，我能晋级我就留下，我不能晋级我就退赛，那就不像话了，是吧？我们俩能商量商量吗？其实啊，刚才啊，我是没说完。我刚才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说我呀，别参与投票了。我说就听张先生一个人，他说谁是谁。我刚才是这么想的。我这还没等说出来呢，你们把我话就截过去了啊。其实我刚才说得非常清楚。如果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这是一样的啊。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头有一个辈儿的问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不懂。嗯，可是他们俩是我的战队的。
这个你们能理解。至于你，你愿意怎么着，那是你的事儿。确实是不想让师傅和国立老师为难，啊，就是不想让他们为难。心特别软，我就是大家刚刚认识、刚熟悉，然后就开始去台上去厮杀，经历过这种残酷，你站不，你就体会不到那种无奈。但是，要是但是舞台上这个比赛还是要有个结果。嗯，哥，那您、啊、那我在您说到这儿，您让我下去行不行？你让他们投我这儿歇着去，我坐着，我真你坐着歇着，这跟你没关系了啊！你还得是我站不住了，我这腿实在不行，太胖了啊！我们要先谢谢张伯钦老师的助演啊！哎呀，实在站不住了。那么这样吧，咱就按照他们刚才说的吧，让观众投票得了。好，您说呢？好啊，也别让张老师为难，也别让我为难。那么依照我们的比赛规则，我们要把选择权交给现场250名观众朋友们，拿起手中的选择器，如果喜欢孟鹤堂周九良一组摁一，如果喜欢冯启南摁二，来投票开始。3-89，恭喜孟鹤堂周九良，实至名归，真的。谢谢伯钦，谢谢，辛苦了、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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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因为到了台上，真的就是特别残酷，就是你走我留，我真的是挺难受的。伯钦老师他们那边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成全我们，成全年轻人。来吧，现在到了你们选择战队的时候了、啊、这还有什么可选的呢？你们好像在初赛的时候说过要永远跟着张国立老师是吧？是 啊， 啊，一直跟到死是吧？对。哎，师傅，这个、现在不是见上我们先生了吗？哎哎，你们什么意思啊？是，就是拿我来过渡一下是吗？啊，让孩子们说完，别着急，没事啊。不是，我怕他们两个到最后又跟刚才那对似的。你看我一点都不着急，你别着急。你当然不着急了，肯定就跟着你走了。别着急，哎，我们有约定啊，契约精神啊。因为那个师傅，我跟国立老师说了，哎啊，因为那个也承诺过了，然后那个咱们有始有终。哎，好孩子啊，你听我一句话，你如果是到他战队，哎、然后那边有什么事随时给我发微信。什么意思？就是还可以再回去，我安排俩人照顾您啊。来吧，你们最终选择的战队是、哎、张国立老师。啊、哦！谁说不可以和说相声的讲契约精神？虎口脱险啊！谢谢您，谢谢您。好，接下来继续努力。好嘞，啊，一走到底，咱们是好吧？好，好嘞，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有请下一组选手，接下来排在第六的周培岩，选谁呀？打算？我现在觉着狼多肉少，我是那块肉。你看看怎么好吧？我挑这边这两位吧。这个方舟、大成两位老师呢？是这回到这儿来比赛头一回见面，就跟他们不熟，所以就选他们得了。希望周老师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但是同时呢，也希望周老师尽早的回到家乡。欢迎三位啊！周培岩是来自河北的，对，石家庄，来自石家庄啊、嗯。李大成，你们哥俩来自哪儿啊？来自贵州贵阳。哟，你们这道远点啊，稍微有点。我称他们叫田园相声，田野相声，啊、田野相声。因为他们老是在那、村里头去说相声。对对，哟、嗯，那今儿得看个多野啊！谁先来谁后演啊？您挑吧。那刚才他说了，他说他先来。好嘞，请你们两位到台下就坐。好嘞。
谢谢感谢你们，人家刚才那演员在上的时候，你们跟那儿都夸夸鼓掌，又鼓掌又喊好，又打雷又打闪，怎么我一上来晴天了？对对，对你这样多好，要不然我一上来我都不好意思说话，我怕影响你们休息。可能您也纳闷儿，怎么我自个儿来了？跟您说句实话，实在是没人愿意跟我搭了，因为他们都说我慢性子，说我说话慢，人家都演完了，我还没张嘴呢。所以我倒不理会这个，爱搭不搭，我这个人永远就是这样，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他们找去吧。所以其实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样，他们有的那个相声演员一上来给你们背那个吉祥话，为了烘托气氛，从一背到十，什么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什么三阳开泰，四季平安，我不背这个，我记不住。其实我小时候我就跟我妈说，给我找一老师，我想学相声，但是我妈不同意，他说你别学那个，你性格太慢，说话也慢，你干不了那行。我们全家就我爸一人支持我，为这事儿呢，我妈还老跟我爸吵架。有一回给我妈惹急了，我妈这手捏着自个儿鼻子，这手端着一瓶滴滴畏，冲我爸就说了，告你，今儿我就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说完就把滴滴畏灌到了我的嘴里。当时我还问我妈呢，我说妈，你灌我嘴里头，你捏你自个儿鼻子干嘛呀？她说我不喜欢闻这味儿。直到前两天我才知道，那滴滴畏里边啊灌的是藿香正气，她可能不太习惯，他要早告我多好呢，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为我这脑子里有滴滴畏呢，要不然干什么都慢，什么都赶不上趟儿。我记得我28岁那年，我情窦初开，比别人开的晚了一些，是我遇到了一个我心仪的女孩，我就想追求她，我跟家辗转反侧，我跟家研究方案，后来我决定我向他表白，我下楼骑上自行车我就找他去了，到他们家我才知道他都怀二胎了。真是干什么事儿都不着急。再给您举一例子，比方说上楼下倒一垃圾，扔垃圾，您可能扔完就回来了，我不行，我扔回垃圾扔一下午，我拎一兜垃圾下楼，摆我面前两个垃圾桶，一个可回收，一个不可回收，我给它分类啊，这能回收，这个不能回收，那碰着分不清的我就站那儿上网查。最夸张的时候，我能从中午12点一直查到天黑，然后来一辆大卡车把这俩倒一块儿全拉走。其实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都挺生气的，我这不白分了吗？你倒一块儿拉走，你放俩垃圾桶干什么呀？这上面还写着什么垃圾分类，从我开始，我是开始了呀，你怎么给结束了呀？其实我觉着呀，与其说我是慢性子，倒不如说呀，我心态好。我觉着咱每一个人的身边，如果把自个儿的心态都调整好了，身边到处都是阳光。您比如说，前两天所有的选手们一块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吃着吃着，这菜里边夹出一根铁丝来，当时我没有愤怒，我感觉到的是暖暖的幸福，因为我知道
今天食堂终于刷锅了。单口相声不好说呀，是不好说呀，尤其一个人啊，看得出来台下也是一个慢性子人，只不过这台上呢就稍微又夸大了一些。是，好，周培岩可以稍事休息一会儿了啊。谢谢大家。哎，我们呢是来自贵州大山深处带有浓浓泥土气息的田野相声演员啊。对，我们俩是刚打土里边挖出来的，这么说接地气。是啊，哎，我们把相声啊带到了贵州的每一个角落。没错，很多人问我们呀，为什么到大山里边去说相声啊？因为山里的群众需要文艺，因为山里的姑娘长得美丽。哎，因为相声给群众送去欢笑，山里的姑娘身材曼妙。哎，演出的目的不能忘，我的目的就是找对象。哎，你到底干嘛去了？我说相声顺便找对象，生活处处有希望。说相声你不认真，有了对象也得分，分了我再继续找，早晚白头能到老。找了你也不长久，到老还是单身狗。单身狗我机会多，对象能找一火车。哎，你贫不贫？咱俩这不对诗吗？谁跟你对诗啊？好好下乡演出，你找对象。您不知道啊，现在在大城市找对象太困难了。是啊，有些女生啊，动不动就跟你说，你有房吗？你有车吗？你银行的存款够多吗？啊，是倒有这样现象，但是山里姑娘不一样，朴实纯真。对，所以我就借下乡演出的机会找个对象。找着了吗？有目标了。你瞧，有一回咱们在那山顶那村子演出啊，你还记得吗？所有的观众当中，坐在第三排有一个笑得特别开心的侗族大哥，旁边有一个抱小孩的彝族大嫂，身后穿蓝衣服那个布依族少女，前面一笑俩酒味那苗族姑娘。你那小眼睛里边是安了雷达吗？那个姑娘长得太漂亮哦。哎，你什么毛病啊？她那眉毛啊，长得像柳叶花一样，她那眼睛长得像葡萄花一样，她那小嘴儿长得像樱桃花一样，她那小脸儿长得像芙蓉花一样。好，这姑娘长了一花圈脑袋。哎，好看啊。是好看。我要怎么向他表白呢？很简单，按照苗家的规矩啊，男女青年互诉情谊，对山歌。你教我一个。你学什么呀？我想在姑娘生日那天跟她表白啊。你教我一个生日快乐歌。太简单了、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山歌版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我就照您教我这这么一唱啊。啊，效果怎么样？当时姑娘就送了我一个绣花的荷包，定情信物。不单有信物啊，约我第二天在山上约会。你看看，哎呀，苍天呐，大地呀，爱神丘比特射箭可找着目的地了。我怎么没射死你？一夜无数，次日凌晨。哎，次日清晨，凌晨我就出去了。这么早？姑娘到的比我还早呢。啊，来到山上，借着朦胧的月色，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婀娜的身影在我的面前。姑娘，我赶紧走过去啊，一把手拉住了她，深情地对她说。说什么？大叔啊，这么晚不睡觉、哎、上山干嘛呀？不是大叔，不是那姑娘，这是姑娘的父亲。他怎么来了？他跟我说呀，啊，说小伙子，想娶我女儿得按我们这儿的习俗啊，必须在这个斗牛大会上获得第一名。我这算比武招亲。我说大叔，我有那爱情的信物。就是，哼，来斗牛400多人都有信物。哎，嚯，这姑娘真大方。我一看这没辙了啊，得了，为了咱的爱情，咱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对，跟着这老大叔啊，我就来到斗牛场了啊。到斗牛场一看，
小伙子们都站好了，都来了。我跟人家要一比呀、啊，啊，我没有什么优势。为什么呀？所有的小伙子每个人手里都牵着一头牛，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没牛，你拿什么跟人斗？牛跟牛斗啊？不是你以为呢？不是人跟牛斗吗？玩命啊！赶紧走吧，我走不了了。怎么呢？牛已经冲我过来了，这怎么办？生死存亡之际啊，我拿出了我的武器。什么呀？哎。就别摆造型了、啊、再撞死你。你还别说，这板打完了、啊、牛在我面前站住了啊，是不是被我的艺术感染了？哎，你想什么美事儿呢？借这机会我得跟他商量商量。跟牛商量？哎，我说牛啊牛 啊我看你这意思，你也没对象呢是吧？我也单着呢，你看你也单着我也单着，你今儿你放我一马哈，赶明儿哥们儿出去给你介绍一母牛。嗨、哎、哎，到时你们有情牛终成眷属、哦、到时等你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呀？东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 母牛对公牛说你羞不羞，公牛说我不羞不羞 I love you、哎、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别说，怎么哪份都想抵啊。我唱完这首歌再看这牛回头了过来了、哎、对，人家生气了、哎、当时我想我命休矣，一低头我又乐了。怎么还乐了？老大爷带着小伙子把这牛给拽住了，没撞着我，死里逃生。老大爷还过来夸我呢，啊，特别欣赏我的勇气。哎呦，说从来没见过有一个人呢像我这样敢自己面对公牛的，这就是缺心眼儿。这时姑娘也过来了、拉着我的手温柔地对我说呀，说什么呀？说你对上了我的山歌啊，拿到了我的信物，然后呢你还在大家伙面前展示你的勇气。嗯，只要你再答应我一个要求，咱俩马上结婚。什么要求？在上海给我买套房。哎，还要房啊？谢谢大家。有点出，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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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我们把周培岩请上舞台来。来，培岩。但是现在这问题在这儿了，这是您组里边您最爱的。今天这块活说的呢，确实有一点小问题，温不突突的，太平了。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段相声的、作品里头可以装进去很多好的东西。我们说一个谈恋爱的故事，啊，结果生日快乐歌是他用贵州话唱的，最应该唱的你没有唱，应该是唱刚才他那个贵州味的那个歌，这个整个的段子才会很红火。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段子中有弱势，裴炎呢，我觉得他有演的痕迹。是的，整个的连通上节奏没有任何的变化，一道汤，我觉得是也有问题。咱们这样吧，伸左手就是支持周培炎，伸右手就是大成和方舟，好不好，郑老师？因为最后比赛终归是要有一个结果的了。我是担心他们两个往下走也是都很难，对，都很难啊。来吧。好，周培炎、洪方舟、李大成，我们决定最终晋级的是3、2、1。来，说实话，在贵州说相声，甭管什么原因，这么他不容易，他确实不容易。对不起，谢谢张老师，谢谢您，张老师，谢谢张老师。相声有新人的舞台，洪方舟、李大成已经下来了，但是这绝对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开始。说好相声，用心说相声。那么接下来到了选择战队的时候了，我选您，郭老师。哎，好吧。现象归春啊！哎，谢谢您。有请下一组选手，接下来马腾祥、李小龙，选谁呀、啊？你们打算？其实
谁不爱美呢？请这位女士上来。真没想到会选到我。对，可能我现在表现不够好，可能也是我是女孩，你挑了我。姬天宇、刘哲在我这儿排在第十五位，这是现在唯一的一个女相声演员了。对，特别意外，没想到。其实马东阳应该选一个什么像金飞、晨曦那样的，我觉得唯一一个女孩，肯定没人去舍得伤害了。结果没有想到，在中途不应该伤害姬天宇。我不认为是在欺负女孩，相反，我觉得女孩比我们男孩还更具有优势，所以我找谁 PK 这都是公平的。那挑就挑呗，那就演呗。不要忘记一句话，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同样，你对我们也要使尽全力，放马过来。哎呀，拿这仨男的衬的这姑娘更好看了。两位老师好。这个姬天宇，我要给这我们这个战队，我跟现场的观众介绍一下 台北仅存不多的女相声演员，而且这也是我们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女相声人。这个您不能一上来就捧您战队的人啊。我们这边马腾祥跟李小龙，你看也能看是吧？没得。马腾祥有一外号叫西安二哥，有这个关东大汉这个状态啊，而且最大特点就是看好多不平的事他不服。是，那我倒想问问了，这相声有新人，你进了二十强，有啥不服的没有？很服气，特别服气的就是二位老师所做的所有的评判是基于保护相声和相声行业来做的评判，这一点我非常的服气。你说的这么好，就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来吧，来，二哥，来，咱两个换上衣裳，你坐这的来。哎，不，来，您坐，快坐，您快坐，太客气了啊！哎呀，说了心缝里边了，是吧？对，我们说实话，搭建这个舞台其实就是为了传承和保护相声的。就之所以挑姬天宇他们这组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最后唯一留在这舞台上的女演员，所以说明他们很强。第二呢，大伙都看到了颜值高，他们俩在一块平均颜值比我们俩单个拉出来颜值都高。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吧，大家也别把我就当作是女孩，我希望大家更用一个公平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所有的女生，因为我觉得这个舞台不是因为性别的问题，包子有限不在褶上，你内容怎么样，你表演怎么样，大家喜不喜欢，我觉得是很明显。大哥说的对，好，挺好。现在你们需要决定一下这个出场的顺序了，出场顺序谁先说谁后来啊？那我们后来吧。那我们就先来，加油，加油！这弄不好就是观众投票。不是，90分钟打平。开始你们的表演。非常高兴参加《相声有新人》这个节目。哈。我是特别不想来参加这个节目。怎么了这是？相声有新人。对啊，我明年都18了。你长成这样算是做旧了吗？你看啊，咱们得适应现在的发展。适应什么？对呀，你说咱们兢兢业业说相声，对，有什么好处？就，对吧？我们在西安说相声，我们上面有个老板，有，我们那儿一张门票是60块钱，最低价呀。我们每天演出完，他给我们发40块钱，一天就40块钱糊口。我一天说相声挣的钱不够买我自己一张票的，啊？其实说出来挺悲哀的。你说到哪儿讲道理去？你给他说呀。不说还好，一说全是事儿。有什么事儿？你找老板啊？你老板？哎，你不公平啊！对啊。你这一张门票卖60啊，我一天说相声才挣40，哎，我自己挣的钱不够买我自己一张票的。实话实说，你不说还好啊，一说这老板一想，哎，对呀，怎么了？他不说这我还想不起来呢。什么呀？他说相声啊，他自己不是也听呢吗？啊，完了，咱们俺俩说完相声，一人给人交20，我来玩来了是吧？哎，这样说一个礼拜，我们说相声就死绝了。
我就纳了闷儿了，为什么我们踏踏实实说相声的人永远得不到应有的好处？没办法，我跟你说，这你可能没总结过。哎，你还总结了？我总结过。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学习。不，胡说胡说，相声演员最爱学习了，打小学习啊，绕口令贯口，这些学的不是这些啊？你学这些有用吗？你能给大伙逗乐了吗？怎么不能给大伙逗乐？人家现在就能逗乐就行。这逗乐什么？我给大伙逗乐了一段，给大伙说一段绕口令啊。说八百标兵奔北坡，北坡炮兵并排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别好了别好了，他刚说这个中间你们乐了吗？有可乐的地方吗？没有啊？没有。你笑点太低了，你这东西你就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说一辈子把大伙也说不乐呀。那怎么说呀？我给你举例子啊，来，咱们全民参与啊，大家一块儿跟我说好不好？八百标兵奔北坡，说北坡炮兵说，北坡炮兵说，人太多滚回去。你滚。什么玩意儿，还人太多滚回去。你可不是吗，北坡都有了炮兵，你八百标兵再过去，你碰人炮兵你碰瓷儿去了是吧？没你这么说的，不光我们有绕口令，我们还有贯口呢呀。你别提这贯口。怎么不能提？千万别提贯口。为什么不能提贯口啊？你贯口你给大家逗不乐，贯口能给观众逗乐了。你怎么给观众逗乐？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秦始皇命大将王翦兵吞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不日夜间偶得一兆，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惊醒之后心中甚是忐忑不安，唯恐这江山落入他人之手，遂下旨意南修乌岭，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是以防匈奴。不料江山传至二世胡亥之手，便有了楚汉相争之势。鸿门宴，刘邦赴会，像不像装？拔剑助舞，多亏了大将樊哙保。什么？你说说说，不是你起来，你干嘛呀？你往完了说，你往完了说。我说什么？你先起来，起来再说。哎呀，你说完了吗？没说完呢，我说一半，你坐这儿了。大伙乐了吗？哎呦我的妈呀！看人家怎么折腾的啊！你光说贯口是不是太干了？对啊，你得加点其他元素啊。加什么？你把贯口跟现在年轻人喜欢的东西，你比如说鬼步舞结合起来。对吧，你跳着鬼步舞说这个贯口，这不，你看我马上就有市场了。在座的各位啊，帮我们个忙，打个节奏好不好？哦，打打节奏。好啊，跟着我这个节奏来啊。一二三四，苍茫的天涯有秦始皇，鸿门宴后楚河汉他争咸阳，乌江边上困住了霸王，霸王说霸王说队长是我，别开枪。走。他们上次使那是鬼畜那个吗？嗯，那个好。那个好，这个没接住。那个初赛的时候马腾祥就弄了一个这个自己独有特点的节目啊，用鬼畜说相声。今天又调整了一个这个状态啊。刚才这个节目您看完觉得怎么样？挺好的。跟观众的互动性挺强的。他这是常年在小剧场演出。对，这一看就看得出来有经验，有演出的经验。对，马腾祥你不是一个粗人，你是一个挺细的人，现实看到的一些不公平的事儿要针砭时弊，讽刺他是为了弘扬一种正能量、啊、对，相声的灵魂就是讽刺，一个相声演员一定要说有灵魂的相声，如果不说有灵魂的相声，那这个相声演员他也本身没有灵魂。我就想一直把这个讽刺相声进行到底，我想做一辈子有灵魂的人。那么很好，努力啊。你们是演完了对吧？对，接下来应该是姬天宇和刘哲了。
这次对手还挺强的，他一年的演出可能比我这十年都还多。所以天宇对这个作品改了很多很多很多稿，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想办法把它做到极致。一开始我们也犹豫了很久，也跟节目组讨论很久，但反正我还是坚持我的段子里面不是单纯的就是可乐，可乐之余我要透露一些，传递一些讯息。至于最后结果是什么样，那就听天由命吧。对。油又青来面又白，扔到锅里边飘起来，越炸越大，赛过烧鹅来，好的个的油炸滚儿来。这是老北京卖油条的吆喝哟，他还知道吆喝呢。那当然呢、啊、这吆喝呢就是过去卖东西的广告、讲究呢就是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但这些吆喝里头啊就属老北京的吆喝最有特点。哎，有什么特点？虚假广告。太哎，成虚假广告了。没错呀、啊、就像你刚刚那卖油条的吆喝啊，越炸越大赛过烧鹅，烧鹅大伙都见过吧？啊，最小的都得这么大个儿。不，你见过这么大个儿油条啊？人家那叫故意夸大，显得自己的油条又大又好。我告诉你，真正卖什么吆喝什么，那得是台湾的吆喝。怎么呢？因为他卖什么就只吆喝什么，一个字儿都不带多的。你来来，包子馒头豆沙包。别吆喝了。干嘛呀、啊、这台湾吆喝怎么出来山东味儿了？台湾以前卖包子馒头的都是山东人啊。哦，这台湾也吃包子馒头？这话说的、啊、两岸同宗同源，都是中国人。好好，你看看，嗯，以前的吆喝多有意思。可不是嘛。那像现在、啊、别说这个吆喝了，连各行各业的特色它都没有了。咱也没办法呀。哎，啊，有办法。什么办法？这样吧，干脆我们两个呢开一间帮各行各业找主题曲的公司。你是说将流行歌曲断章取义啊，依照各行业职业的特点找出合适的主题曲？没错。这个旅行业咱唱什么呀？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哎，只能去澎湖啊？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啊、我坐飞机去，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不是，我改火车。乌拉拉拉火车的随着喷泡的马蹄，我坐轮船。听海哭的声音。我明白了。哎，你刚才唱的就是飞行员、列车长、航海员的主题曲。哇，你不傻哎？当然了。对，你才傻呢。不不，好搭档好搭档。现代的不提了，哎，咱说点这过去的。好。哎，这皇帝唱什么呀？皇帝啊，那是职业吗？怎么不是啊？这皇帝得上早朝吧、啊、对，得批奏章吧，是得调解大臣之间这个矛盾吧，嗯、啊，怎么不是职业？您说是不是皇上？皇上说是。天地之间要敢称，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一点一点有，您就是定盘的星。嘿，你瞧瞧，哈哈哈！哎，太监。什么？太监？嗯，就是皇上身边那个。哎，皇上身边那个。哦。哎哎哎！别起哄啊！别！我可没说郭老师啊，你这是挖坑害我。我挖坑了吗？不带你们这样，你们这是挖坑害太监。我知道唱什么。哦、太监，宝贝，对不起，不是不爱你，真的不愿意。哇，这首歌你唱好合适哦。那
适。哎，我合适什么呀？我的意思是说，你给这个职业找这首歌正合适。说清楚了。其实呢，不管是不是一般大家常见的职业，即使是再偏门、再冷门的职业，也都能找得到主题曲。是吗？没问题。那生物基因改造工程及分子生物技术遗传物质科学研究员唱什么呀？老鼠、老虎，傻傻分不清楚，德纲、水纲没什么不一样。对不对？这郭德纲、大水纲，哎，不用基因改造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哎，我跟 你真是不想晋级了是吧？啊，你在听这个，老村长酒业公司上海市松江区销售部市场营销组促销员。老村长给你多少钱啊？3.8。哦，你管得着吗你？唱你的。哎呀，阿家哎呀，喝酒不忘老村长，来喝大了。他拼酒来了，你瞧没？今天也很紧张，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从节目的完整性来说，从相声的这个来说，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吉田宇应该赢。这个您觉得怎么样啊？我觉得不容易。你觉得到这儿来说相声，压力大吗？压力其实还挺大的。我第一个要担心的问题就是落不落地，就大家能不能乐，能不能听得懂的问题。水土服不服？对。包含这些歌曲其实我都研究了很久，真的要找到一个歌且大家耳熟能详有包袱的实在太不容易了。我希望给大家一些老东西，有一些新东西混合起来，让大家都能够接受，让大家喜欢。嗯，不容易啊，不容易。相声其实我们都知道，相声现在在我们整个的演艺地位它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大家都明白。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因为我觉得相声对我自己来说吧，它已经不是一个工作，在台湾来说，它对我来说是一个使命。台湾说相声的不多了，女生就更少了。如果我不坚持，我事业都96了，然后呢，怎么办？我觉得这门艺术在台湾应该有人继续传承下去。这个说的让人很是感慨。他的师爷吴兆南先生，当年把相声带到了台湾。从这点来说，这就功德无量的事情啊！当然，从有相声到现在150来年，女相声演员少之又少，但总的来说，这个让人能接受，挺好。谢谢郭老师。来，请二位吧，请二位一起上来。好为难，他们这个节目又有创新，又有他们的态度啊，属他讲话，他们有灵魂。这边呢，女相声演员能说的这点，实属不易，有共鸣啊，这个包袱也有，该唱也唱。但是事情终归是要有个了断的，对对吧？都有点舍不得，又都有点遗憾。你也甭舍不得，这个也没有办法啊。就算从台上无论谁走了，台下咱们还有咱们的交情呢啊。接下来，我们认可要晋级的选手是，很公平的用作品去说话，我觉得还是有机会赢的。哎，真是太紧张，真是心里那真的就是所有都是没谱的。如果说吉田宇离开的话，我肯定给吉田宇报仇，绝对的。3、2、1，接下来我们认可要晋级的选手是3、2、1，我选的马腾祥、李小龙，我选的吉田宇、刘哲。由于两位召唤师意见相左，所以要把这个选择权交给现场的250名观众朋友们，拿起手中的选择器。如果支持马腾祥、李小龙，请摁1；如果支持吉田宇、刘哲，请摁2。到底鹿死谁手，花落哪家？请看大屏幕。顺利过关，很遗憾，马腾祥、李小龙就此止步啊！马腾祥，你素来以不服著称，对。那么今天台上，我跟张老师的态度
以及现场观众最后给的评分，你认同不认同？我认同这六分钟的评判，但是明天、后天和永远，我有无数的六分钟再去跟全国的相声演员 PK。马腾祥跟小龙，你想对参加相声有新人的选手说什么吗？我想说，各位第二现场的同行们、兄弟们，这个舞台，不管我们哥几个谁站在这儿，相声都会继续发展。不管谁走，我们都会在台下继续发展相声。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加油。相声这个行业就是靠所有全国相声演员的努力才走到了今天啊，而且也只有我们这些人还在坚持。我都不知道我坚持的是不是对的，你干点别的说不定早就发家致富了。每一个演员都在背后努力，当我们在台下哭泣的时候，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只能看到在台上我们所有的演员给你们带来的欢乐。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不仅要鼓励在台上的演员，也要鼓励已经离开这个舞台的所有的从事相声行业的这些演员。谢谢大家。好极了，加油。相声对我的意义就是坚持，你说现在让我停，停不下来。感谢新浪微博、新浪娱乐、凤凰娱乐、网易娱乐、网易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中国新闻网、达克尔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界面新闻客户端、互动百科、前程无忧、会逛街、一点连接、叉社区、自己玩家、叉社区、自己玩家、超级新饭团、QQ 看点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观看节目、参与相声有新人微博互动讨论，期待您的关注。